们国中法师刚讲一句，我觉得他说他们对政治是关心而不介入，关心而不介入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宗教的更 high level 的，有点要信。也一点一点管啊，你看来。我是关心你们都不介入。我们都是关心台湾，好不好意思啊？对啊。除非去政治大学2019年跟他通识教育，那时候吴淑华当校长。啊，吴淑华，对对对。那时候有当副市长的那个周什么的吧？哦，我知道那个女的。那时候刚好在当研发长，那时候我师傅，那师傅研究以后，我到国外回来9月去签，我用了机会，那个社会基金会李胜义他们一说，我有一次讲，我花果山关心政治，不介入政治，今天却积极走入政治大学来签约。政治大学很多，政治大学，对对对，东吴大学很多中政治系的，哇，很多，对。我以前在台湾，台湾现在比较能够接受。我刚开始的时候，那是我当德文系的系主任，1989到1992年，常常周末游行完回来，外面就打电话进来，打到我们学校里总经。然后说我们找校长，他说我们就干什么？你跟你们校长讲这些。那个谢思伟啊，你们如果不把他从政治系里面开除，我跟你讲，他们我们不来不来。我还那个想说，他不是政治系，他德文系。这里面来谈。自我介绍。好了，你可以说，不要耽误你们用餐时间了。好，那个陈老师，现在你这边有来。这个是我名片，这是换的，这是保人票，这是我特别去订的。那也写初三合班是吧？有。什么时候毕业的？今天是8月13号，所以没有纪念信，你给我一下。而且这个是宝蓝的。安德，是红日没什么变的，他帮他们出面带我们。另一个楼。那个东西是输掉了。想过就是觉得那个拿起来拿过那个。是哦，那个南瓜那个也是车上吃不清的，跟他讲那个南瓜那个素的，那个哎，所以话你要接受，因为等一下车上吃点心呐、啊。代表我们同学啊，哈，这个赠一个颁个奖纪念性的，我们纪念品啊，给方丈大师。志宏代表我们河班同学，志宏，志宏东西要拿出来，不要拿袋子了，志宏。这个人就水就水了呢。嗯，这个给张卡，我先看呗。看看，先看来看来顶管。来，站，中山同学没有？这个老兵家要寄来一下。哈哈哈哈你那个卡有就有了，你那里面就有卡了。卡是越来越顺了，越来越顺。已经玩了毒商了，我在干。还好他没有参加选举。我说今天呢，我进到这个我们龙潭寺，就有一个吴仁胜，哎呀，赶快给我那个新笔记啊，八正器啊！我那天关怀我亲戚啊，给他的看了，他就不生气了。那方丈好智慧，他好有那个书。就是要签名的书，因为上一次去的话，这个抱怨不抱怨，这本应该有哈。有，因为一个是他没有拿到这个。原谅我自己出来，我就赶快买。我说你同学是说要赶快。不是的，大家坐着啦，大家坐着啊。我只是随喜，刚好有这些书啊。这个是我师父为社会世界祝福的，今年光明远大。对，
对吧？我们家里都有挂的、哦。因为刚好我们，我们都还弄一个匾、啊。今天我们那个什么幸福水泥那个什么陈两船的女儿、啊，要我他帮帮他爸爸签名。陈两他这个金梁的梁，我说梁是我们在佛教讲不会两足尊的梁，然后传承，我们明年福慧传家。福慧传家。哦、明天的字是福慧传家四个字，修福修慧安心安家，六度万行传心传家。对，双木林的，拿的人要报名，对，这边一个一个过去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啊，对对对啊，那我们才没知道，同学叫陈美英。东城，美国、英国。哦，你看到对吧？是是，他们给他两个月的美国幼稚园，他一个月半年以下。因为我老婆就在华谷山当志工，这本没有的，像是没有那个。来来，自己报名。来下一位，来快点。上次有去华谷山的应该有。有因为我没有啊。这个没有，你没有，没有。立博，应该有。上次有拿书吗？有拿一本，有拿一本。有一句那个讲究。嗯，上次是拿自己看来。有的其他杨九虎兄弟。其实我们在那边排队啊，你去那边排队，这边对啊，在那边靠过去，我再过去。没有照到，没有照到，那表示没有用嘛。说在只有只有比较多。看不认得，我已经看过了。里面内容是什么？这个跟我的6月25号本来主持的电视节目，6月25号我就停了。那有前两天碰到一个说是我的粉丝啊，小高兄，哦，我喜欢你的节目，真的，我昨天晚上听你讲的真好。我说我已经听两个礼拜了。谢谢。谢谢。平常不可能看到黄总老师对外面这样子，都远远的呢。我们去法会的时候，远远的这样，远远的看师傅，太满了。他走在中间，不是远远的，而且远远的，好远的。你叫什么？叫现在光明远大。我因为你以前住在拜山的，哎，学着不能分，再见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拜年要用茶呀，他们是专职来的。对对对，我那些师姐一定很羡慕。他说：“你要不要看法师很难得哎。”我在想说，没有那么难得看的。那个师姐都跟我说，哎，你不去的话，那个法师哈，今天什么要开示啊？你要去啊？我都不，我说我有跟他在一起，我有。哈哈哈哈哈！讲清楚说明。照相，照相，还没听你说完，你说完了，你不对，豆姐要放对地方，豆姐要讲会快一点。有一个学生写东西啊。人家以为是骂老师，他说：“谢老师，你不要脸。”我一翻过来看，你不要脸色那么难看，我吓一跳。分两段。谢谢谢谢。湖南天成啊，天成断电。阿弥陀佛，谢谢。谢谢。不信我在，他就去了。我请。有了，我们长期带人家去了。不敢打扰。经常去了。
他送一个月之后去一趟。好，谢谢你去参加大悦山。不是，阮拢去带人去啊，讲花果山是一个好所在，啊，搁去食素斋，搁去人家。花果山啊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你好，对对，花果山好不好？花